团结就有力量。然后呢，我们有各个方面的一些企业家、专家等等，去共同去商量，找出一些可行的办法，尤其是能够有短期成效的一些做法，去把现在面对的问题呢一个一个的解决，这样呢就可以再出发。那我们这个"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呢，它这个名称有两个组成部分，一个就是"香港再出发"。哎，我们有再出发的一个需要，因为现在确实现在面临这个困局，我们要打破这个困局再出发。那么怎么再出发？就靠我们团结，把大家联合起来，搞一个大联盟，我们就可以再出发。两者之间呢是这么一个关系。下去呢，我们希望呢能够尽快跟大联盟的不同方面的这个共同发起人呢跟他们商量，也听全社会的意见。定些计划呢，我们就一步一步的往前走。